때 나왔어요 나이다 주제 전화 나왔어요 나이다 주제 전화 现在灯光充电嘛，我灯光充电。Yeah, I'm here to come.
今天晚上是我直播里面最这么多次数应该最无奈的那次，运气最差的一次，几个网都出问题啊，像这个不要出问题了，那就完了。这个是中高的，我的高原乡，时间有点多，三分多钟。他们去旁边商场了，没在这儿跳了，都过去了。他们去旁边了，旁边商场。还有是吧？Thank you.
加油的话我全身是油，我昨天在加呢，加满了的，真打不着。那真厉害，你这里是看啊加满，老是没有。哦，又出没有没有，今晚上。啊，老师，抱歉，给你们抱歉加满。也得爱伙伴。没有关注的人帮忙关注走起来，我家们没有关注的人帮忙关注一下嘛。等一下还没唱歌，你得唱一首歌。等着等几个家人们，人机杂货人又来又说了，还有那个点6000个赞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明天晚上正好，今晚上没电了。好，我们见他们来了啊！好，放着跳，晃晃晃。有的意思，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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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服了。
卡了没有？过来帮我过一下嘛，我去跳。啥情况呢？我但是不会跳嘛。我要说话吗？我。借我给他过一下。佣金没有来了，忙着包来了。这里大一点。我知道他没有人问我播什么播。一边去！没事了啊！好呀，好，大家都来了。现在结束，哎呀，本来就不是瞬间开始的，也是8:20。起码中断了，估计中断已经起码半个小时。一点都不顺畅，今天。你说一个服务商啊有问出现问题，那另外一个嘛，另外一个也有问题。把这个，把放到车上去，在旁边商场去。